街头艺人。碧芝，谢谢。我们将在这个礼拜天中央广场，也是我们这个疫情的最后一场，在中央礼拜天，欢迎大家莅临，跟我们加油。那一天呢是，应该是讲乐龄，对，乐龄，乐龄。那一天会有美魔女小芬跟玉芝，还有很多好朋友会到现场。对，欢迎大家一起莅临观赏。对，我们现在玉芝要带来黄色的玫瑰，是轻快的歌，谢谢，共同欣赏，谢谢。谢谢不再伤心，我劝你让他。